我叫阿丽，她叫阿丽。嗯，跟你名字一样。对，叫阿丽的。我叫阿丽，她叫阿丽，名字一样的。今天她打电话给我，阿丽，你在家里没有事吗？我说的。 我们有事，有啥事，他说阿丽你在家，你来找我一下。我说有啥事，你来找我，你来拍我一个视频给大家看。我看到你找好多我苗族女孩。来拍视频呢。啊，是我是那个老公是中国人的，你来拍我一下给大家看有没有人喜欢他。啊，干嘛要小声呢？快点了。 这就是他妈妈的，他妈妈也打电话给我，就今天我老公今天我们两个带大家来啊见面妹妹，这个妹妹叫丽的，叫丽名字比我一样的，我要问他哈，家里面有几个姐姐，几个妹妹的？阿妹，阿丽，那真的好漂亮，漂亮了，破门了，我就从那个就说，人家有八道沟门也懂得了。 他就有梦啊，莫克破门了，我就可以有梦的高姐，终于安卓又搞到这么有钱，终于安卓就变好，发个链接走到那个，到时候人呢，就八道要老五了。这样子，这如果整天就在那个在城弄，他路道过来破门了，现在走到呢。他妈妈特别高兴的，今天我来见面啊，他妈妈他妈妈特别高兴，但是他妈妈说他妈一直打电话给我。 要安利你来这里来拍我视频，拍我小孩视频给大家看的。我来问小孩，小孩也同意呢。别人说别人不想住这老窝了，想回中国住。啊，想去中国住。对，想要一个老公啊，爱他的。他家里面差不多九个人的，他死都死了一半了。哇，我现在还有八个人。他说。死一个人哪有一半？嗯。安才个不是有最熟啊？ 啥了？他现在想嫁给中国人，他说。要不要进吧？这不是被熊孩逮着啥吗？啥？要白。要白呢？想去。要白。啊，这是这个家是他家，他没老人家拿到这里来了，就用了。对了，别人要打白熊哦。哦，你说你的老。哦。那你爹的够了。哦，你爹的老了。别老给的，我多呢。 我怕他进呢。哟，这种高也头一个。哟，这家是这个地就是个家，别人都来住差不多啊，三年了。以前在哪住？ 以前在哪住？以前在蹦包这边住的。蹦包，嗯。蹦包这边住，这是现在别人来住这里了，都住差不多都三年四年了。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关注看我们两个的视频，谢谢哦，拜拜了，阿妹，拜拜，弟妹，拜。